據山頂纜車，山頂纜車在1888年開始投入服務，這段大約10分鐘的旅程將會帶我們由中環直達海拔400米高的山頂，沿途景色將會令你歎為觀止。山頂纜車有4個中途站，其中堅尼地道、麥當勞道、華聯道都在陪早期香港殖民地總督的名字命名，而百家道站就被明治英軍百家常教。我們的終點站就是位於山頂凌霄閣的山頂總站。多謝乘搭山頂纜車，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在這裡再次歡迎你們。歡迎乘坐香港最古老的交通工具山頂纜車。山顶缆车在1888年开始投入运作。山顶缆车沿途一共有四个中途站，当中的坚尼地道、麦当劳道和美道车站，都是以早期香港殖民地总督的名字命名。而白家道站就取名字天津白家上校。我们的终点站是位于山顶凌霄阁内的山顶总站。谢谢乘坐山顶缆车，希望你很快会再度光临香港太平山。乘客请于右边车门落车。
Thank you for using the pink tram. This is the pink terminus. Passengers, please alight on the right.